朋友，大家好，我是光能诊所的郑医师啊，郑光南医师。那我本身是医学专业，那在就是毒品戒治的这个领域的话，也算是我们这个专科需要去处理的。好，在我的观察里面的话，现在啊，就是有些就是专家他喜欢把这种毒品问题啊视为是大脑疾病。好，那如果我们就是把这种毒品的问题是单纯的视为大脑疾病，那我们就是把它当作一种是无法去处理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去看这个国内现在很多这种处理毒品的一个政策啊，整个就是往这个导向。那我不知道如果是我们的家人有毒品滥用或是毒品依赖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我们也必须被强迫去接受这样的一个观念，那等于是告诉我们就是我们的家人一旦染上毒品那他就没有办法被处理他必须要一辈子都跟这个东西几乎脱不了这种牵扯。那我很荣幸可以在这个十多年前那接触到一个很棒的一个技术这个技术就是美国人道主义作家L. Ron Hubbard他说他的技术说这个萃取出来的一个精华我们叫做 Narconon 那这个 Narconon 之所以会吸引我，因为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重点那这个也是现在其实在处理这个毒品问题的专家他们都承认毒品最难处理的就是一个问题叫做面对那他们说为什么没有办法处理，他说因为很多人他总有那种没有办法面对的事情那没有办法面对的事情他必须要去找出路那很多人没有方法，他只好用毒品去处理那所以他说因为这种面对的问题完全没有办法处理所以这种毒品会越来越泛滥是必然的趋势。不过这种下降的螺旋我们可以在 Narconon 找到答案因为 Narconon 的这个技术最重要的就是面对那他很多的这种课程都在鼓励这个接受服务的人如何去面对而且要把这个面对用在他的生活上面他等于是恢复一个人面对的一个能力也就是说我们当我们谈到毒品问题，如果你可以恢复一个人面对的能力，那毒品对他来讲就不再是一个问题。好，那 Narconon 就是在面对上面提供了一个最好的一个答案。所以我在这边衷心的祝福我们这个台湾的Narconon 新生活教育中心能够越来越兴盛繁荣，然后需要帮助的人可以早一点知道这个技术赶快来接受服务Narconon 我们新生活教育中心生日快乐。